各位兄弟姊妹早安，今仔日是三月二十二日，也是主日。咱今仔日头一摆伫山顶面，还是讲伫网顶顶面，三甲来敬拜咱的主。欠彩你甲我会淡薄无习惯，总是袂要紧。咱将咱的心情放伫敬拜主顶面，咱的主无所不在，无论伊的百姓伫什么所在敬拜，伊拢伫遐听，伊拢伫遐看。搁伫遐接纳伊，有个人伫卡库内面敬拜，伊真心的时，向主呼叫的时，主嘛是听伊的声音。咱真孤单的时阵，无人伫咱身边，咱呼叫的时，主也是伫遐来随听。今仔日咱大家人伫家己的厝内，也有一寡人伫遮圣殿的所在，咱通同心三甲来敬拜。伫未开始的时，我做淡薄的报告，这个报告呢，可能有个人已经记录了。有的人无记录，总是真简单，予咱知影讲，咱伫顶礼拜的拜礼，咱教会中执会有发出一个特别的通报，予咱知影讲，最近咱教会有一寡变化，适应今仔日所面对的危机。这张批内面安尼讲，各位兄弟姊妹的健康甲安全，对阮来讲是真正重要。伫持续观察当前。政府对这个病毒的代志发生后，咱的教牧同工甲咱的中执会分布这份新的通报，伊的决定呢是基于对你所听的人以及咱所徛的城市的关爱，为着是要保护健康的人，也为着是要保护软弱的兄弟姊妹。头一条就是讲，咱教堂内的主日活动将暂停，直到另外进行通知为止。咱遵守美食省卫生局所发出超过五十人聚会的禁令。对今仔日三月二十二日开始呢，咱伫教堂举行的所有主日聚会拢暂停，即包括咱的主日崇拜会，包括咱的儿童主日学。咱的青年查经班甲咱成年的主日学，总是毋是讲无崇拜会。咱的崇拜会呢，将伫山顶，还是讲伫网顶来举行。对今仔日开始啊，会长通通过啊，即个山顶直播来参加咱常规的主日崇拜会哦。所以咱因伫即个所在，互咱看。你若有法在这个拜日早起、就按照咱平时崇拜的时间九点、上班你就有法参加咱的崇拜会。较早有另外一个网站，现在迄个暂时无用，拢写伫这个顶面。如果呢山顶直播无法能伫这个崇拜的时间立刻开始呢，请你就按迄个 play 的 button， 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 button。网顶主日崇拜会将按照咱理想的崇拜时间，闽南语的聚会原在是九点，这个国语的聚会原在是十点十五分，还有英语的聚会呢是十一点三十分。咱的十一奉献甲感恩献要怎样呢？会用电子的方法来奉献，咱有一个叫做 Guide for Online Offerings。你若需要这张纸呢，你会用卡电话来咱包会的办公室。伊会寄一份予你。其实呢，这份礼拜日已经发出来了，有的人可能已经有，兼使你厝内的人煞有啊，你会做家摕一份来看。另外呢，你若是讲无爱伫网顶，无爱 online 的 offering， 咱伫拜一、拜三、拜四、拜五、拜六，你会做来到伫礼拜堂，将你的奉献放伫圣殿咧。咱礼拜堂的这个办公室的同工会甲你接收，请你就会记得写你的名。你的名就是那个 CRA 8的名字，你如果有 offering number 奉献的那个号码，你也写起来，因为到下年的二月，我们会发一个收单给你，一个 donation receipt or tax receipt to be issued to you next February. So when you bring in your offering during weekdays, be sure you put in your legal name registered with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我老去是说，咱教堂内举行所有的团体小组甲祈祷会将暂停，一直到另外个通知为止。咱这就包括
咱所有的这个团契会，咱拜三暗的基督会，咱拜六早起的基督会，还有拜日早起英文的基督会，拢总暂时无举行。总是呢，咱鼓励兄弟姊妹，用这个电脑这个上线的方法来继续聚会。While we cannot hold our regular fellowships and our prayer meetings and our small groups in church, in the chapel or in this building, please do get together by other means, online means, using social media and other available software in the market today. 第六是讲，咱所有金丝班的练习啊是暂停，请金丝班的当工注意。第七呢，就是咱本来伫四月十二日，就是国外做要举行水礼，有大人的水礼，有囡仔的水礼。总是因为这摆的情形呢，咱这个国外做的水礼呢，要刷去十月所以四月十二日啊，那是讲有聚会啊，伫这个所在，咱也是暂时无举行水礼所以呢参加水礼班的兄弟姊妹，请注意，你富贵堂以后十月这个水礼上课的时阵呢，你这几堂出席是有算额的再请咱阁继续注意以后这个水礼上课的时间以上呢是三月十八日，就是咱过去这个礼拜三开始上校然后任何的什么疑问请您直接跟我联络这个电话号码放在顶面这个网站这个email address 还是放在顶面请您直接跟我讲我会跟需要联络的同工来讨论应该怎样就反应请咱继续为着以下这几项代志来祈祷，咱为着咱的政府，为着其他国家的政府来祈祷，唔忘在政府，我能采取及时、佮有效的行动来面对这个瘟疫的这个危机咱有科学家伫遐咧研究看有啥物治疗的办法，咱也为着因来祈祷。咱也特别为着这个前线的卫生工作人员来祈祷，为着咱的医生、咱的护士伫这个医馆 hospital 内面做工的人的健康，也为因祈祷。过落去呢，咱需要一寡医疗的用品，佮有一寡这个防卫的这个用品，请咱为着这项来祈祷。Do pray also for sufficient medical and protective supplies for those.People working in the hospital and for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s well. 请咱也是继续为着迄块已经得病的人，也是讲起这个隔离的人来祈祷咱教会有人失去亲人了咱伫马尼拉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姊妹因丈夫已经离开了世间，有一寡人就是因为拄着这款的代志，大家也艰苦心，咱为着因来祈祷，求主安慰因在丧家过落去呢，咱为着怀较软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有个人现在年纪较大，有个人身躯较无好。最近美国的报告是讲呢，40%的人呢是20岁到54岁的中间，所以20几岁的人现在开始咧掉了。过落去呢，咱为着这个公共的秩序来祈祷You know, let's pray for public discipline and order. Some people are panic buying, and the shops are running out of essential daily supplies. 咱求主家己怜悯，大家人照处事来最后呢，为着咱同在同大家庭每一位兄弟姊妹，是来祈祷，但愿咱注目伫上帝身顶，因为圣经甲咱讲，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也惊什么人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也惊上阿尼。诗篇27篇。第一节阿们，这是祝福咱真正水的一句话。今仔日是福音主日，咱来三甲听主的话，咱要三甲祈祷。你若是伫你的厝内，请你站起来咱伫主的面前要听伊的话语，
要向伊献上祈祷。圣经内面有一句话，安尼讲：点伫指拐者稳密处的，的确点伫全能者的阴暗。我要论到耶和华讲，伊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是我所倚靠的。伊的确救你脱离掠鸟人的网罗，甲毒害的瘟疫。伊的确用家己的灵毛甲你盖咧，你要投靠伫伊的石膏堆下面。伊的诚实还是信实，是大水的盾牌。Here is a passage from the Bible for times such as this. He who dwells in the shadow of the Most High will abide in the shadow of the Almighty. I will say to the Lord, my refuge and my fortress, my God in whom I trust. For he will deliver you from the snare of the fowler and from the deadly pestilence. He will cover you with his pinions, and under his wings you will find refuge. His faithfulness is a shield and buckler. Let's pray together. 阮亲爱的主，今仔日阮到伫你的面前来敬拜，因为今仔日是圣日，是分别为圣的日子，是阮的记日。2000年前，阮的救主耶稣就是伫一礼拜的头一日内面，对于坟墓顶搁起来，正做一个永活的救主。今仔日阮也是呼叫伊的名。用伊祈祷，伊逐时拢有法通随听。主今仔日，阮面对真正大个危险，阮个健康、阮个生命拢受威胁。阮恳求主，你家己怜悯阮这个世界。阮人袂晓得，有时乱自做，有时无思想做代志以后带来个果效。求主你家己怜悯、赦免阮个软弱、阮个亏欠。阮的愚妄，阮恳求主，你家己特别怜悯迄块失去了亲人的家庭，求主你家己安慰保守因，求主你帮助怀伫前线的医生、护士、甲卫生的工作人员，求主你予因高压的需要，一切需要拢得到高压的供给，求主你也家己怜悯保守因健康，也保守因的家庭。阮为着一寡医生甲护士，特别来祈祷，因家己已经变了，现在有真侪人搁较惊吓，求主你家己怜悯，你家己看顾。阮为着迄块啊，现在伫隔离的环境下面，啊是怀啊已经啊中毒的人祈祷，求主你也加高福音，有法能明白救主，仰望救主。阮恳求主，或在卫生的工作人员。医生、护士、甲医官所欠的物件，拢通得到交易。阮也恳求主，你帮助阮啊民众啊，唔通即个物件，达人甲人买啊了，互别人煞无通用，互阮会晓啊节制，会晓活靠主。阮也恳求主，你特别保守阮中间年纪较大的人，啊是身躯啊较软弱的人，求主你特别保守因啊，唔通啊去中毒。阮也恳求主，你家己保守阮每一个人，互阮也是健康，互阮也是平安。主，阮也是啊，特别为着啊，阮的政府甲外国的政府来代求，求主你家己啊，保守在着最大决定的人，互因会对顶面来的智慧啊，按时准啊，及时啊，按这个啊科学啊的这个研究所带来的资讯啊，好好啊做决定来保护。整个的百姓，保护整个的国家，主公感谢你，你保守阮同在同兄弟姊妹大多数大家拢安尼顺利好势，啊，阮也恳求你继续照顾阮。今仔日阮伫这个山顶三甲伫咧敬拜，阮啊认为讲主啊，这个啊，互阮更加看出这个三甲组织啊，迄款的甜蜜，迄款的亲切啊，主公笑脸。啊！阮恳求主，你家己接纳你的百姓今仔日的敬拜，用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洁阮，因为阮是未配得敬拜主的人。总是主耶稣为着阮开条这条路，
好，阮人得到官兵做上帝的儿子，所以阮就大胆到圣父面前、到圣经面前、到圣灵面前献上阮的敬拜，愿主你悦纳你的百姓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好，在咱今仔日啊，这个礼拜的开头，咱来三甲吟一首诗，真正适合今仔日福音主日唐吟的诗。来信耶稣，来信耶稣 ，Come to Jesus, come to Jesus。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我的来信耶稣，爱的天空门户，耶稣已挂不落。来信耶稣。来信耶稣，赶紧来信耶稣，爱入天堂门户，耶稣已挂无路。主要求你，主要求你，现在主要求你，赶紧来求求你，唔通搁在原地。主要求你，主要求你，现在主要求你，赶紧来求求伊，唔通搁再延迟。来信耶稣，来信耶稣，赶紧来信耶稣，爱的天堂门户，耶稣已挂。求君伊，唔通搁再延迟。来信耶稣，来信耶稣，赶紧来信耶稣，爱的天堂门户，耶稣已挂无路。这首诗个人讲：来信耶稣，来信耶稣。赶紧来信耶稣，有一寡代志就赶紧。有时阵咱爱一款的黑色啊，迄时无买，到个要我去买呢？煞无咯，欠债互人买去咯。咱爱别人嘛是会爱。有时阵是讲，迄个公司呢无个出迄款的黑咯，伊有新的黑色，迄个机会就全安尼过去。信耶稣也是一个机会，上帝互咱每一个人伫今世有一段的时间，咱活伫这个世间。咱捌一寡人，咱接触一寡人，有一寡人做咱的亲人，有一寡人做咱的朋友。咱甲因来往，咱甲伊相佮交谈，咱甲伊相佮接触，机会也是有限。最近一摆拄着瘟疫的时阵，真侪人到底讲，哎呀，无机会，甲朋友相佮出去食，真正少念，真正 miss out, we miss going out with our friends for meals。是的，有一寡机会是安尼，伊伫咧，啊全佫无去。有时过来，有时无过来。信耶稣也是一个机会。但愿咱兄弟姊妹，但愿咱每一个也未信主的朋友，今仔日就欢迎来信耶稣。今仔日世界面对一个真正大的威胁，就是这个 COVID-19。为什么叫做 COVID 呢？因为 Corona
virus disease 哦 ，COVID 哦 ，19 就是2019年发现。你那看这张地图哦，这个地图是顶礼拜的地图啊。你那看哦，差不多全世界啊，皆受影响了。变那是红色的 ，when it's red or reddish， then it's an infected zone。你那看全世界几乎大个所在拢不安全了，拢有人唔好了。拢有人会传染咯，甚至有一寡所在较淡色啊。You can see the darker red zones， 就是讲咧，迄搭是特别搁较危险、搁较紧张的地区。咱今仔日活伫加拿大，也是知影讲已经有一寡人啊中毒，啊有一寡人啊煞死去咯。包括伫咱即个 Metro Vancouver 诶即个所在，瘟疫是真惊人诶，因为瘟疫个。无看人的面色啊，因为瘟疫个无看人的地位啊，所以呢，政府官员也会得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也会得了，一个去上班的人也会得了，一个无去上班的人也会得了，一个有读册的人会得了，一个无读册的人也是会得了。咱大家人有一个身躯啊，总是咱这个身躯唔是万能的啊。唔是逐项拢有法力啊，唔是逐款诶，即个条件拢有法能赢过啊。因为安尼，咱过过路小心，因为一顶车那个咱拢一下啊，咱也唔是讲煞无通去做工，就是煞欠债永远无通行啊，欠债是人煞去了。所以咱的身躯有限，面对即款的威胁，咱的烦恼有时阵有个人唔是为着家己烦恼，伊觉得讲我健康无代志。总是为着伊厝内人来烦恼，啊！我诶所听诶人来去倒着，要怎啊？啊！因啊将这病搁带来厝内，搁倒着阮厝内另外一个人，啊！要怎啊？咱拢会烦恼。圣经甲咱讲啥物呢？上帝创造人诶时阵，互人有一个身躯。上帝将伊诶气分入去这人诶身躯，这人正做一个活诶人啊！咱是按照上帝诶形象所创诶。咱身躯一部分呢，是用自然的原料来创。总是今仔日呐，咱也是摕土啊、泥土起来创一个人啊。咱用咱的气给分入去哦，伊袂活起来啊，就需要上帝迄款的气。伊分落去呢，迄个泥土做的人煞活起来。咱的生命是对上帝来的。当这个生命上帝收回去的时阵，这个身躯呢？无人要治咯，这个身躯呢，该藏起来；这个身躯呢，该封起来；这个身躯呢，该抬起来。人无个看见，人无个望到，人无要咯。生命是安尼，无有生命的时，就无价值；有生命的时阵，就真正宝贵。愿主帮助咱每一个人会晓听受上帝给咱的生命。今仔日是福音主日啊！为什么是福音主日呢？因为世间人大家拢需要福音，我需要福音，你也需要福音。在这个瘟疫的威胁下面，人拢咧思考三个问题：头一个是什么呢？健康。第二是什么呢？生命。第三是什么呢？死亡。健康、生命和死亡，拢是咱每一人面对的。咱有生命，总是生命有限，所以到一个时阵，这个我的身躯会失去活力，会做工的机关停止做工，本来会呼吸、会气啊。煞无法能够呼吸，本来会跳的心，有法能将血注入去整个的身躯去循环。现在啊，忽然间啊，煞袂振动，袂做工了。咱是有生命的，总是咱的生命是有限的。圣经有一句话甲咱讲：，恁着谨慎行事，唔通亲像愚公人，着亲像智慧人。要听说公义，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唔通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是啥物，
The Bible says, look carefully then how you walk. When the Bible says how you walk, it means how you live. Not as unwise, but as wise people, making the best of the time, because the days are evil, because the times are evil. Therefore, do not be foolish, but understand what the will of the Lord is. 圣经跟咱讲，咱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咱就听少咱的光阴。听少就是好好用你的时间。为什么要好好用时间呢？因为时间有限啊。为什么要好好用时间呢？圣经加讲一句话，你有看到无？顶面第十六节，因为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因为现今的世界，现今的时代是邪恶的。你若看今仔日有真侪犯罪的所在啊，是合法的，是政府予伊摆，会做去开店，会用去做生意、做买卖的所在。为什么会安尼呢？因为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因为现今的时代是邪恶的。圣经跟咱讲，因为世间人拢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世间人大家拢犯了罪，大家拢无法能满足上帝道德的要求。圣经讲亏欠上帝的荣耀。咱中国人真正看重教育，所以几乎中国人的囡仔呢，中学毕业了哦，拢着去上大学啊。有时阵免甲政府借钱，为什么呢？爸母出钱去读，因为咱真看重教育。咱中国人离开中国的时啊，到南洋啊，就是讲亚洲、马来亚咯、印尼咯、泰国咯、菲律宾仔所在去，拢干哪？办学校啊，咱常常讲，这是商会办的学校，这个是这华人教会办的学校。咱拢办学校，和咱家己的囝儿，和咱其他朋友的囝儿，有可能好好的读册，有可能好好的学，要怎啊做人？咱真看重教育，这是真好的。在中国人教育的传统里面啊，九月二十八日是好日啊，叫做什么啊？教师节啊 ，Teachers Day, September the 28th。为什么会拣九月二十八做教师节呢？哦，因为九月二十八哦，是一个大先生的生日呐。什么人啊？就是咱国人所尊敬的至圣先师啊，孔子公的生日。孔子伊家己追求学问，伊鼓励人。啊，就追求学问，这个传统留下来，到咱今仔日中国人，大家真正看重教育。孔子公讲什么呢？伊讲五十有五而志无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希顺，七十而用心所欲，不离己。孔子公讲什么呢？伊讲，伊教个较侪些淡薄，则明白天的意思是什么呢？天对人的要求是什么呢？天对人的命令是什么呢？伊讲，总是我是教七十些啊，就可能按照我心要做，无离开迄个处事，无离开迄个规矩啊。孔子讲七十二些就死去了。伊家己讲什么呢？我到七十岁哦，才真实按照我的良心，按照我的心意来做人啊！啊，就是讲哦，一直到六十九岁啊，拢无达到，到七十岁才达到个，啊，七十二岁煞无去咯。啊，你就当做安尼讲，伊去考试考七十二摆啦，两摆会升，七十摆未升啊！啊，咱考试呢，七十摆未升，两摆会升。到底是会升未？应该是未升啊。孔子讲，咱最尊敬的，这个叫做道德教师啊，最人道理的师傅啊。伊家讲哦，
其实我是未成的。伊若讲安尼啊，咱要怎啊敢讲我是好人啊？我会成啊？其实圣经从早就已经甲咱讲，世间人拢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最近看见一个访问，有一个人咧问一寡青年人，就问伊仔是大学生哦，问青年人讲，你觉得你是好人无？哇，仔真侪讲，我都袂歹啊，我应该是好人呢。这个访问人就佮问讲，你捌骗人无？伊讲有啦，骗人是捌啦。伊讲骗人诶是叫做啥物啊？伊讲骗人叫做骗猪啊。讲 What do you call somebody who lies？ And she said a liar。伊讲安尼你是骗猪个？伊讲应该是啊。佮另外一个是男诶，伊也该问，问了呢，伊也觉得你是好人。总是路尾佮该问呢，讲伊承认讲我做真侪歹代志啊，佮该问一摆讲所以。你做了很多歹代志，做歹代志的人是什么人啊？伊讲我应该也是好人啊。哇，伊无要承认啊，伊承认伊做歹，总是无要承认伊是歹人。圣经甲咱讲，世间人就是安尼啊。咱有时阵做歹，咱该藏起来，唔忙吼，别人袂知，上帝会知。有时阵咱得罪人，咱赶紧走闪，唔敢佮见伊的面。阿望讲一日呾伊会袂记，圣经甲咱讲，世间人拢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孔子讲讲，我两年会成，七十年袂成。圣经甲咱讲啥物呢？你着听受供应。上帝予咱时间是要干哪子呢？你搁看头一句，伊怎啊讲啊？恁着谨慎行事啊！恁做人就较小心嘞啦，恁就谨慎做人啊，唔通亲像戆人啊，就亲像有智慧的人。什么是有智慧的人啊？有智慧的人，伊会晓听受伊的供应。什么是听受供应呢？善用供应。What does it mean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our time? It means to use it wisely. The Bible says, "Not as the unwise."But like wise people, make the best use of your time. It's not just using time. It's the best using of the time that God has given us. 有一摆有一个人讲，我真无闲，定定无时间甲我厝内人做一下。所以我的囡仔呢，我的太太呢，讲哎呀，爸爸，你定定很无闲，无机会陪阮，那无一日你忙去做工，你带阮出去。来去 vacation 哦，罗贝爸爸和因一直讲一直讲，罗贝讲好啦好啦去 vacation 哦，囡仔就也欢喜讲，咱两个爸爸去 vacation， 咱就 quality time 嘛，也好的时间做一下，真是那大家去，所以到底外面哦，住伫底下 hotel 内面哦，全家做一下咯，总是奇怪的是啥物呢？无人咧讲话啦，干哪子啊？大家叫咧用电话，用电话啥物啊？甲迄个无伫底下的朋友讲话 ，They were all on their phones or tablets, communicating with people who are not in the room, but the whole family is in the same room. They're just not talking. They're all online communicating with somebody else. 这个是不是善用因的供应嘛？哎呀，真正解脱啊！就是无时间做一下，即摆已经离开厝内，离开工作。走去到外面无别人咯，都是因家己咯，应该是大家真欢喜，三甲交谈，三甲来往总是呢辛苦滴咧迄个精神伫别滴辛苦滴咧，迄个心走去甲别人伫咧交往，这就真正可惜。有时阵咱也是安尼，咱甲上帝应该着交往的时阵呢，无交往，咱互别项物件吸引咱的注意。咱到真艰苦咯，无法咯，咱要求上帝，这个唔是善用光阴嘛？善用光阴是啥物呢？是好好的用。礼拜的时阵专心伫咧礼拜，做工的时阵专心伫咧做工，祈祷的时阵
专心地咧祈祷，这个是善用咱的光阴。圣经甲咱讲，咱世间人拢犯了罪，牧师是罪人，唔是牧师的也是罪人。逐日读圣经的人，伊是罪人；唔捌读圣经的人，伊是罪人。咱大家拢亏欠上帝，总是圣经甲咱讲，上帝听世间人，伊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赏赐予咱，叫咱凡啊相信伊的子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会通得到拯救。上帝听咱，唔爱看见咱安尼犯罪，啊就煞死伫罪恶中间，伊爱咱。我能得到下罪的恩典，伊爱咱；我能得到永远的生命，伊爱咱；我能得到称作是上帝子儿的身份，迄真正宝贵啊！求主帮助咱。什么是福音呢？福音是讲咱犯罪，迄、那个唔是好歹，总是上帝无帮助咱，迄、那个是好歹。福音是讲咱唔好哦。去读到好医生呢？福音是讲咱危险的时候，得到好人来甲咱救啊！福音是甲咱讲哦，咱求卡棍的受罪地要急死哦，有人受过来甲咱求去打对咧啊！这叫做福音啊！世间人拢犯了罪，这个唔是福音，这是排代。总是上帝听世间人，什么世间人啊？迄、那个。犯罪的世间人，亏欠伊荣耀的世间人，上帝拯救因，赐给耶稣基督降世，耶稣死伫这十字架顶面，唔是因为伊犯罪，乃是因为我犯罪，乃是因为咱有犯罪，伊为着咱的罪来死，伊死了就埋葬，埋葬就是讲真是死了啦。啊，以后呢？伊对死人的中间搁再活起来，因为伊是生命的主，所以死亡无有资格甲伊扣留伫死亡的关系内面。伊胜过死亡的关系，成做永活的救主。伊甲咱讲：“我就是道路。”这耶稣讲的哦，“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无接着我，无人有可能到父上帝遐去。”你有愿意无？你着信耶稣，赶紧的信耶稣。迄、那个是善用你的时间，也有机会接受主耶稣的时，着紧紧接受耶稣，予伊做你个人的救主。圣经甲咱讲，咱要怎啊接受耶稣呢？圣经讲，咱着爱悔改。什么是悔改呢？就是讲过去得罪主，过去得罪人。过去得罪家己的良心这些事情，我通悔啊，主啊，我不爱，我做大了，我不对了，我不好势了，这悔改转过来，以后不爱过这样了，以后主啊，我要做合你心意的，我要做你所喜悦的，我要做你所欢呼的，这方向转过来，顶摆是乎罪恶未歇，现在是要救主来吸引，这个转方向叫做悔改。所以头一项，咱悔改，承认讲：哎呀，我是一个罪人，啊，我痛悔，啊，我接受耶稣基督，因为只那主耶稣不为着罪来死，只那伊有可能赦免咱的罪，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以后呢？耶稣做我的救主，做我的主，我成做伊的门徒，我是属伊的。以后的日子呢，唔是阁为着罪恶来活，乃是为着我的救主来活。过去的代志已经过去了，现在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前途。圣经有另外一句话讲。那有一个人在基督里面，基督就是耶稣。若有人在耶稣的里面，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旧的代志拢过去了，哇，拢变成新的了。你有愿意踏这一步无？你就真啊踏一步。主啊，
我愿意，我悔改，我要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你只能踏一步，只能做这个基督，你就有一个新的开始。过去的代志就过去了。主耶稣的宝血洗清去咱的罪，伊为咱行罪的刑罚啦。伊无罪，搁死啊！死伫十字架顶面，伊是推怀有罪的人来死，亲像我，亲像咱世间人。耶稣讲，凡啊接待伊的，凡啊接待耶稣的，被上帝也要接受伊。我若拒绝伊的，哎，被上帝也要拒绝迄个人。今仔日咱爱做拒绝的人，咱要做接待的人，接受基督耶稣，做咱个人的救主。咱阁落去有一首诗，咱来相合听这首的诗。你若会晓吟，你也会做吟；啊，你若袂晓吟，听了一摆，第二摆你也甲伊相合吟。这首诗真正水，甲咱讲什么呢？只有一人会救世人，这个人就是咱的主耶稣。只有一个人有可能拯救你，有可能拯救我。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迄个无罪，搁听有罪的人；迄个无该死的，搁为着咱在该死的人来受死的刑罚。只有一个人会救世人，这个人就是我救主耶稣。有一人会救世人，就是我救主耶稣，会解忧闷，安慰心神，只有我救主耶稣。有一个名天使俄罗，有一个名精人瓦克，这个名至贵至宝，就是救主耶稣。今仔日朋友，你若愿意，这个人耶稣通成做你个人的救主，伊通予你
得到下罪的恩典，一旦让你得到永生的福分，你有愿意吗？我们来三个祈祷。当我们每个人阿头的时候安静，但愿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在人的心里面做工，在我们中间有什么人你说是的，我要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你若愿意的话，我现在要带领你做一个接受主信主的基督，一个决志的基督。你通一句对着我一句来讲，你若真是对心内安尼的讲，嘴讲心承认，这个基督就真做你的基督。咱安尼讲，亲爱的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你为着我，你为着罪人来死，求主赦免我的罪，我在你面前悔改，我愿意为着主来活，我愿意做主门徒，跟在主的脚步，求主赦免我，接纳我。你的话语说，阮通真做上帝的儿女，因为阮接待耶稣。主啊，我愿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现在牧师要替你祈祷。亲爱的主，今日在你面前，若有人做了这个决心接受耶稣的基督，你每一个拢看见，你每一句拢听见。愿主你按照你的应允接纳伊，予因伫你的内面得到新生命、重生，得到赦罪，得到拯救。愿主你也保守在新生命，予因有法能伫教会内面无停止的学习主的真理，无停止的增长伫主的听中。求主你也帮助因。既然已经得到救主的福音，也是有可能将这个福音传给因边头的人，讲给因所认识的人。我们今日归荣耀给主你的名，因为一切好名拢是对主来的。我们未会做什么，我们只能可能按照主的吩咐，将福音讲给人听，有可能感动人心。有可能拍开人的心，是圣灵的工作。因此，我们将荣耀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咱伫未接受祝福的时阵，几项代志简单报告。咱虽然教会一寡聚会拢停止了，总是呢是只那讲未做伫咱的礼拜堂举行，在聚会。原在做用各种的方法来举行，咱有真侪人是用 WeChat， 有个人用 Viber， 有个人用 Zoom， 用各种的办法小组继续有查经，基督会的朋友继续有基督，咱这些老人的团体，因更加好，因用两个电话接起来，每一个电话会做九个人同时来对话，佫加一个电话起来变十八个人，用真正侪。真聪明的办法来保持主内的交通，继续学习主的话。愿主保守咱每一个人拢平安。你若出去的时阵，请你较小心。若去公共的所在，倒来就会记得洗手。有一寡所在是真侪人饲的，电梯大家拢咧饲，门咧开，大家拄的三上迄位。最近我咧开门是拄迄个门较远的所在，我用这个拳头去拄啊。普通咱咧都是较低的，那较贵的就较少人去读。求主保守咱大家，甲咱厝内人大家平安。现在你那是伫厝内，还是讲你伫即个礼堂的？现在请你站起来，咱要三个领受主的祝福。If you're at home or if you're in the chapel, at this time we will receive the goodness of the Lord. So please stand where you are.
as we have the benediction. Tang guan qiu zu ya suo ki tou ge wen hui. Tang guan xing bei xiong de e tian tam. Tang guan xing ling bo hui su e gam dong xiong tong. Gap lan mui jie lang sa gap di de. Guan sa mi jin xin bo xiu di e ka bo. Bo xiu di e jian kong. Bo xiu di e ga ding. Bo xiu di e chu lai. May the love of Jesus Christ be with you. May the compassion of God the Father uphold you. And may 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be yours every day. And may the Holy God,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protect you and protect those you love and protect those who belong to your household and protect those of this household of faith from all viruses, from all harm, and bless you every day. Blessings are pronounced this day in the name of God the Father, God the Son, and God the Holy Spirit. Amen. Amen. Lan kinadit e lepai, ji kao jita ye zok, guan zu bo siu di, hien zai di tang biak to, yi ao lan tang hun sua. Our service ends here. Please spend some moments in silent prayer. And then we signed off.